亲爱的小朋友晚安，我是小恩姐姐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爸爸的话，一起来向他祷告。出埃及记17:14-16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。又说，耶和华已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今天的经文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去打仗的故事。那时摩西没有一同前去对抗敌人，反而带着亚伦和户尔到山上祷告。当摩西向神举手时，他们就能得胜。可是摩西举久了，手会酸，没有力气。幸好有亚伦和户尔扶着他，让他能不停地向神举手祷告。果然，神为他们打赢了这场仗，而摩西就将那个地方取名为耶和华尼西，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代表靠着神就能得到胜利。当你面对困难时，可以像摩西一样，举起手向神大声祷告，呼喊他的名，神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扶持我们，让我们品尝到胜利的滋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是耶和华尼西的神，当我软弱时，你成为我的力量，当我沮丧时，你成为我的喜乐。我要赞美你，高举你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